各位同学，阮即马开始上课，请各位同学请起立。今日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咱即马是第十八届法律学院高级班哦。今天是拜六，哦，每一期的上课都是上艰苦，都是拜六啦。拢有安尼离开学校几啊十年啊哦。啊！即马才阁倒转来，阁来做学生安尼吼。上课安尼，下早是八点开始，到阴暗十点。吼、哦，阴暗，还阁有一个迄个座谈会嘛。座谈会真重要啊，就代表你是自我介绍嘛。吼、哦，各州的州长拢会来主持嘛。主持的时阵吼，恁伫各州内底，你将你家己的。你的看法，你的想法，还是讲你的本领，还是你的专长，还是啥？甲州长讲，甲介绍，甲讲，伊就知影你有啥物款的专长。阿摆接政府是接政权的时阵，你就是要动用你啊，就是要用你的这个尊贵。即嘛就是咧来授训吼，就是安尼。来，为什么都爱来受训？原因就是伫这个所在。咱即马是伫十八期啊，吼，伫十八期，吼。我是第一期啦，吼。看起敢那差足远嘞，吼。但是吼，实在讲吼，哪个有一天吼，变一千零十八期的时阵吼，恁这十八期吼，哎，就不得了的情形啊，你知无？吼。这款情形是不是会发生吼？这必然发生的代志，吼！以后所有全台湾所有的公务人员，你那是要来担任你的公务人员的职务的时候，你一定都爱来这受训。你若无来受训的时候，你还阁懵懵懂懂，吼！你。甲美国人咧拒接，也是啥物？美国政府咧拒接的时阵哦，你甲讲我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哇，安尼都大无义气啊！迄美国人绝对是越头最早，哦，为着要避免有即款的迄个尴尬吼，即款的代志的发生啊，所以呢，咱不得不都爱办即个法律学院的迄个训练，哦，每一人袂去讲唔对话去。哦，其实台湾哦，你买咧自救吼，无啥，这都是美国啦，美国就是这个所在，足济人吼，足济迄个学者吼，尤其是迄个台独联盟吼，因遐一成员吼，拢是迄个学者，啊无就是迄个事业的迄个大头家，吼。四国的啦，吼，啊，啥，迄拢是足有钱的，迄大头家啦，吼。但是哦，伊就是这个美国掠无着，啊，掠无着啊。即摆讲，你台湾大陆联盟四十几年啊，惊袂出去啊，敢若像惊入去唔着房间啦，唔着房间，啊，伫里要找你的枕头。我枕头在对，找无，都唔是你的房间，你要找着你眠床枕头，对吧？但是哦，因都是还佫袂晓想讲，无佫来找房间，还是安怎吼？退出来，是小停的，卖讲直直病，直病无枕头，并袂你家己的枕头，对吧？即款情形，我真了解啦。因为我过去嘛是同款呐，我嘛是甲因拢做伙的啊，吼、哦，行街头，哦，我从1990年开始啦，我就参与这个台湾的迄个社运吼，我甲即嘛，嘛是还佫伫因遐因的办公室咧开会呢，吼、
我是迄落二二八的关怀总会的副会长啦吼。我的会长是陈宜生啦哈，陈宜生教授哈。哎，我无办公室啊，拢嘛就姚嘉文的迄落办公室都在咧办公吼，开会。所以我拢真了解，因咧讲啥时阵，我拢知影。我慢慢甲因变过啊，哦，但是哦，伊都无爱退出伊迄个房间，过来找正确的房间啦。这就是即马即个现象啦，哦，即、這个现象。啊，各位哦，今日来伫即个所在哦，迄就是哦，你的智慧，啊，加你的福分啦，你的福分。所以来你家来家上课，要来找出迄个美感出来，哦，要找出迄个美感，哦，啊，将来你那是无这个美感，唔捌这个美感的人啊，你无资格做台湾的公务人员，哦，这是将来必然是一款情形，哦，啊，伫家都爱向大家表示恭贺之意啦。恭喜啊！吼，感谢。啊，我今日要讲的问题吼，是台湾体育运动的回顾甲展望啦。我一直拢是伫体育界啦。吼，我啊担任三届的迄个亚洲运动会吼，吼，就是迄个希罗西嘛吼，迄个广岛、阿邦国谷、阿加即个釜山，吼，啊，我担任，我伊咧拢总有上了几个单项啦，哦，伫奥林匹克吼，伊即算亚奥运啦，哦，伊个正名叫做亚细亚奥林匹克，也奥林匹克 game 嘛，吼，亚洲奥运会，啊是伊有三十几个项目啦，我是其中一个叫做杭州岛啦，杭州岛我咧。都自细汉都无老爸吼，啊，较无自信，都到处爱去学一寡有诶无诶安尼啦。啊，我有三届诶，迄个亚运诶总教练，吼，杭州队总教练诶即个经验啦。所以林博士讲啊，或者迄个啊，要做迄个雷哥嘛，吼，2010年诶时阵啦，咱2008年诶2月2日吼。台湾民政府成立啦，啊，2010年的时候喏，迄个，咱的秘书长，从美国命令讲，啊，你来要组阁，吼，组阁啦，啊，组阁这个东西哦，伊是要教你，因为阮台湾人咱都唔捌有迄个经验嘛，无即个经验啦，啊，伊要教你啊，啊，你来做啊，我到边啊，甲你做指导啊。啊，是其实哦，除了安尼以外，伊也是要看你有迄个能力啊无啦？你有迄个能力哦？你讲我要来接政权，要来接政权啊？政权教好你时，当时生了三款，伊妈爱知影啊？啊，你有迄个能力啊无？所以足重要哦。啊，2010年时，你莫说，伊都讲哎，啊，你来接，你来接跳步，好啊。哦，你2006年。过美国啊！我2006年过体委会，体育人过体委会哦，有史以来干一个尔，我就是我，因为啊，我看较足清楚的体育界内底，什么，迄落我自12岁开始，到今麦72岁，拢70年，60年呢，伫体育界内面咧混60年啊，我那唔知影，哦。啊，今日所以你讲我迄个体育运动的回顾甲展望吼，但是呀、啊。伫顶几礼拜，顶两期的迄个初级班，我已经讲过啊，吼、哦！啊，我今仔过来讲的时阵哦，变成第二遍，吼、哦！啊，对有一挂人歹势啦，讲讲同款的题目，互恁去过听两遍哦，歹势。所以呢，我今仔日呢，都暂时甲改，请恁允准我将这个甲迄个题目稍改一下，吼、哦！我要改一下，改做啥呢？改因为我。即边，咱9月初5去美国开酒会，开国际记者会，哦，啊，我是奉命啦吼，我有幸奉命啊做团长，哦，
啊，所以我想讲，我就从迄几天的经验，我的五见哈，我的我见呐哈，啊小可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安尼啦。啊，假如若有只时间的时阵，我再佫从这个，因为我顶边的演讲的迄、那个课内底，拢总个点外真久尔，所以我这个展望的部分，我就全时间够啊，刚刚带过去啊。假如今天若有时间的时阵哦，我这个展望的部分，我再佫讲一个安尼哦。啊，重点是放伫这个美国行啦，美国迄、那个这个酒会吼，这個、酒会诶迄、那个情形跟大家稍个报告一下呢。啊，这个九月初五呢，阮为遮九点四十五分，转去美国啊。啊，到美国的时阵吼，赶快往那赶工啦，吼，因为美国甲咱的时间都退后。多多半工啦，十二小时。即马咱点半嘛吼，伊遐都暗时都点半。我即马当爱困啦，总爱困嘞，因为我时差还未退掉嘞吼。才拜二才倒来嘛，啊，今日拜六四工哦，迄个时差，啊，个迄路。我现在身体里面那个时钟，还有一点是在华盛顿的晚上一点四十分呐。哦，啊，到遐了吼，啊，阮大家，我实是真艰苦啦，因为啊，为着要省钱吼，为着要省钱啊，飞机吼，买迄个较俗的、较矮机票，所以座位吼，吼拢坐伫中啦，啊，就是坐中，啊，你啊，为成田吼，专机去个美国吼，拢总爱十一小时。十一小时拢坐伫中安尼吼，啊你要去便所啊，人大家都拢爱起来安尼吼，咁足歹势啦，啊有会安尼吼，啊拢较搞西搞尿安尼，啊伫安处处就足歹势，啊好不容易到华盛顿啦吼，啊住伫即个文华饭店，文华哦，即听即个名大概就知影，我大约就是咱。咱东方人开的啦，所以伊名叫 Mandarin 呐，满大人呐，满大 Mandarin Oriental， 就是东方满大人呐，哦，清朝的大官一个，因外国人讲 Mandarin 满大人呐，啊，相当豪华，非常的豪华，哦，啊，大家住进呐，啊，我迄个时喏，我都为着第二天的迄个酒会迄个顺利吼。诶，着想，所以我有甲一个甲大家讲，为即马开始，甲明仔载去甲迄个佛西人诶，迄个酒会以前吼，所有的活动拢就在这个饭店之内，哪里都不可以去。亲戚朋友要来找我去，你来都来叫因来遮啊，都来滴，拢总袂使出去安尼啦，为着避免。过再一次发生什么意外就对啦，哦，因为咱四月二五日发生意外嘛，哦，所以不得不，我较死嘞，你看大家拢是，哇、哦，大家拢大官嘞，啊，我嘛是，我嘛是无客气讲啊，照安尼行呢，啊，一直到第二天吼，啊，就去这个佛西人，佛西人吼、哦、也是一个。完全想象不到的一个饭店呐、啊！我住迄个文华，哇，就好啊！去到佛西人，啊，那呢啊，家家啊，尔啊，家家啊，啊，搁伫巷仔底啊，嗯，那也安尼，吼、哦，我也才知讲，吼、哦，这哟、個，迄一百年啊啦，已经是百年的迄、那个诶饭店，啊，又是伫这个迄、那个。大迄个华盛顿，吼、哦，华盛顿是世界政治权力的中心呢。伫迄个所在，啊，自古早，大家国际要上要开会的时候，拢是伫遐开。所以伊迄个传统，伊迄个传统的文化是高于伊的外表的迄款呢，伊的建设的。好、哦，我们就我只知影讲，哦，
原来就是安尼，因为我要去的以前吼，我就有朋友，我咧甲讲吼，阿、啊、爷是美国人吼，啊，佛西人，哦，我讲，哎，四季哦 ，it's expensive， no of course， 哎、欸，我都操蛋，讲迄落安尼，伊讲，哇，足贵的物件呢，吼、哦，伊足贵的迄落啊。啊，果然是这样子啦！啊，底下说来吼，那边去一旦去参加遐酒会吼，拢是上东莞的最准的人叫去，吼、哦。因哋啊，食早餐吼，嘛拢爱内裤带、西装、笔挺安尼咧食咧，拢安尼呢，吼、哦。啊，啊，一摆会，这边的酒会，会使讲是非常的成功啦。我要去以前，我家己嘛真担心，我的英文是不是遮久无讲啊？哦，我1989年才为沙特回来嘛，哈、哦。啊，伊说啊，我是伫沙特，我伫两年外，我拢是爱用英文，无唔对。但是遮久来啦，唔捌咧讲哇，啊，伫迄款的酒会内底吼，迄爱讲的拢是迄个 educated English， 哦，迄个爱受过教育的吼，迄、哦那個、有教育的水准的迄个英语啊，咱那会话多啦，我咪紧张死啊。哎、欸，阿哥咪咯，酒会开始吼，哎、欸，进行啊非常顺利，尤其是咱的这个原住民委员会的主席哈，亚布牧师啊，哇，他英文非常好，哦，伊就上台都介绍咱这个团哈，阿廖家因三个迄、那个高拢穿高衫，因高所组的迄个服装吼、哦，啊，先跳一个迄个欢迎舞啦，吼、哦，欢迎人客迄个舞安尼，啊，安尼啦，一开始就怎啊，气氛就拢怎啊，都拢热起来，啊，感觉讲啊真轻松安尼，啊因跳舞安尼，哦，啊，我就开始就提酒。都你去提物件来咧食啥？啊嘛是还阁惊惊咧。啊，尾啊我是安那，都有一个迄个咱台湾的囡仔，迄是咱新德州的州长的后生啦。伊自细汉就去伫美国读书，读迄个管理学院，旅馆管理学院吼。啊，英文足好啦。啊，那讲即处会使讲哦，互伊帮忙足大，但是伊对台湾民政府他不晓得。伊唔知影啦，啊，所以有一个迄美国人去甲问讲，哎、欸，啊，因为英文伊上好唔吼，啊，那个问讲，啊，什么叫做台湾民政府啊呢？哇，伊在紧张了哇，他传来我遐讲，你跟他讲解释什么叫做台湾民政府啊呢？哇，啊，这大鸭子上架，啊，我多啊，就就该录啊，该录啊，啊，这个是一个少年呢吼，就差不多30几岁、40几岁呢。啊，是耶鲁大学啦，耶鲁大学，啊，都真拄好，唔知安那讲到体育吼，吼，我当当下哎，讲到体育我都欢喜啊，我来甲操蛋啊，我是迄个国家队的迄个总教练，讲，伊甲讲，我嘛是耶鲁迄个划船呐，哦，对啦，伊甲讲吼，讲伊真爱划船呐，哦，我想啊，龙舟啊，伊讲唔是啦吼，哦，伊讲伊捌来台湾一遍安尼啦。啊，到尾就是吼，因为迄、那个人家的划船吼 ，rolling， 人家划船吼，世界上上名的都是啥？为这个哈佛大学跟耶鲁大学迄个传统吼，规过了百年，还规百多年的迄个竞赛。啊，咱台湾嘛是清华大学跟什么，跟对接大学哈，交通大学呀。吼、哦，因嘛是拢有迄个校际的比赛，拢伫台湾算真有名。但是国际上诶，迄个有名是哈佛甲耶鲁嘛。啊，伊讲伊就是耶鲁大学诶迄个选手甲兼教练啊咧。哇，那我们讲哦，甲讲起来就走起落啊。啊，我就从那个讲介绍，三秒做台湾民政府安尼咧。啊，尾啊就主席。起来宣读咱的迄个宣告啊，吼，咱的迄个宣告文呐，吼，啊，这个，啊，我叫听，你来听，吼，啊，听了，啊，你甲我讲，甲我讲的有同款无？
伊讲 100%， 吼，伊甲讲100%啦，弄掉啦，弄掉，我考试及格安尼就对啦，吼。啊，迄个气氛吼，非常的变啊，足热烈啊，很自由。啊，个因三个那个吼，甲这个三个因这个高沙族的吼，啊，穿了因的传统的服装，啊去啊，甲这个台中的迄个郑州长吼，伊要弹琴嘛，啊，就那迄个有本来有一个面嘛，啊，叫面员休困一下，反来。来唱一下台湾歌呢，哦，啊，怎啊？咱就去啊唱台湾歌嘞，哦，唱迄个伊那原住民的歌啦，吼，啊，然后佫唱迄落一挂吼，咱台湾人甲美国人因会当拢知影的，啊，那大部分都是属于迄个圣经嘞，圣经咯，像那个圣经什么啊？哎，诗歌啦，吼，诗歌啊，因嘛会晓啊，啊，大家都哦，大家都哇啦呀，啊，都啊，迄个郑州长都弹琴嘛，啊，虽然哦都不是很专业啦，但是因为这样反而较轻松呢，对吧？因为大家都唔是迄个专业的，都在咧唱的，人唔敢哇呀，大家迄落安尼弄迄落是业余的吼，阿妹就啊，所以大家拢哇啦，啊，都唱哇，都安尼迄落。啊，结果吼，最后的一个有得了因桂安女士吼，因讲哦，他们还不想回去啦，哦，已经两点钟过，因讲还不想回去，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因感觉讲哦，足济年来吼参加酒会吼，唔啊像即款这尼啊好，即款的气氛恢复到过去从前的那种酒会的气氛哦，已经很久都没有享受到。这次他们享受到，好，我们还要留下来啊呢。我唔敢走啊，啊，好因到尾因转啊出去外口庭院呀，遐去坐啊，摕菜酒啥啊，去啊咧去了。这整个过程哦，我只有干呐要甲大家讲一讲。非常的成功啦，比美国人应该的办迄个酒会时喏，啊，佫较成功，吼，迄差不多拢会使看，咱看电影咧，看因咧办酒会啥的时喏，就是这样子，非常的轻松，非常的成功。但是最重要，咱这边去，咱开足侪钱，干那伫这个佛系人来滴，伊这个酒会来滴，都开20万美金呐。20万美金呢，才600万台币，吼、哦，迄不是，啊，这钱会对啦，我唔知啊啦，迄都爱问林博士嘛，我不爱甲你讲，伊干来甲你讲，啊，我都无钱啊，啊，但是呢，有要爱用钱的时候，哎，迄钱都甲你来，哦，啊，什是啊那安尼，我都唔知啊，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啊，第几款情形哦，啊，咱上个重要就是，咱的主席，所内主席，哦。所以主席大家唔知捌看无吼？伊是迄个伫日本开业吼，脑神经外科神经病院的迄个院长啦。伊是迄个脑神经外科的迄个一个博士吼。啊，伊一生拢是台独，台湾独立的吼。啊，伊三个吼，东山啊，叫东山啊，吼，年金哈，年都是迄个因某的姐姐吼，两个姐姐拢吼啊，迄个阿翁吼，啊，甲伊是啥物关系？迄是啥物关系？啊，好，大细先来啦，下掉了。哎呀，真系，啊，英文也无准，也无较进步啊，台语也算退步去。大细先来啦，大细先来。拢是台独个大头呢，一个就是啥呢？柯世凯啊！哦，大家拢知影嘛。啊，一个就是陈良基啦。吓、啊，伊个因这两个还是大细神的呢。啊，伊本身个是嘛是台独个呢，但是得真有福气啊！得到咱这个论述的时喏，伊就完全就是接受啊。啊！伊像伊即款的人，当然，咱就话请伊出来，你来做主席啊！你来做主席，啊，实在是做甲真有气，做甲真好。
吼，诶，各方面诶表现，各方面啊，甲伊本身诶迄个迄款诶地位吼，真的是非常适当啦，做咱诶主席吼。啊，伊伫迄个迄咱即个酒会内底，就是伊伫遐咧做迄个宣告吼，伊迄个宣言，其实喏，即个宣言喏，他们讲，这毋是是毋是机密，我毋知影啦，迄是美国人写啦。那是美国去名下的啦，咱是照读安尼尔啦，讲较白就是安尼啦，哦，啊，一宣读，宣读了，这个酒会就是成功啊。咱顶边四月二五同款嘛是要宣读呢，结果迄个要宣读的人哦，反背啊，伊唔读这个啊，伊唔读迄啦，伊顶多佫讲一句话讲。我这是不爱让美国人偏啊，拧咧行，讲这款的话啊，哦，当然，那照我这款级别的时阵哦，坦白讲，我当然嘛爱我家己做大嘛，我想大嘛，爽啊！但是台湾的地位不是安尼呢，台湾的地位不是这款，袂当让你安尼呢。哦，我们是足希望讲，我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但是。有所有的国际法条约，都甲你讲，你唔是啊？你应该连敌人也要讲是哦啊！因为咱顶边就是无要宣读迄个文了，马上怎啊将咱拍做台独组织，咱才变成台独组织啦，哦。啊！那个你，咱的秘书长就讲，我唔是啊，唔是你管你变安怎啊？这个代志发生安尼啊？你派出来的人啊，是即款情形啊，是变安怎？哦，你家己表现，看你变安怎？你规拢爱切掉。尾下林秘书家，介伊多弟弟，多介伊多画帕拉肯都对啦。哦，到有一部分的人有表态，表示讲唔是。台独的证明讲，咱唔是台独组织，剩下拢拆掉。最后就是结论就是安尼，所以遐人都还佫伫飞机顶的时阵哦，因的职务都拢撤掉了。林秘书是希望讲会当倒来坐落来讲，再来决定。结果美国不准。你若安尼时，我甲你当作你嘛是甲因共款，因遮人拢伫训练的，啊，你派出来。啊你！你无迄个真彻底一个解决的时阵哦，真明确的一个解决的时阵，我就美国向面就甲咱当作台独组织。啊，那台独组织哦，伊嘛讲个真清楚啊。我那是承认台独个组织的时阵，我伫四十年前都用遐台独组织的遐头都好啊嘛。那有什么？等到几十年来，叫过来找你，对不？所以啊，你们咱的秘书长才不得不抓地，即做一个真明确、真确定、真清楚的一个做法。遐人拢职务拢撤掉。啊，美国才承认讲，哦，安尼好，你唔是台独组织，安尼好，到位，我要办一摆酒会。办一摆酒会，哦，安尼来弥补啦，再把它做，因为伊咱若无宣布出来是喏，伊不好，你替你做什么代志啊？咱都爱替你一定是你爱讲啊，我不多要，啊，伊唔知要提物件给咱吃，对不对？啊，你都无讲你宣，你都无不多要，你都无要宣布，那伊要安那提给你，好像名不正言不顺。所以就是这边的这个酒会的目的，就是要弥补四月二五那边的失败的一个华盛顿之行啦，真那边失败啦，啊，这人当然哦，造成真大的困扰啦，真侪迄个困扰吼，啊，真侪人拢抓袂清吼，啊安尼啊有人。对因起安尼吼，啊，予人感觉讲真困扰，但是哦，今日
啊，看大家各位伫遮吼，实在是我真佩服大家迄个智慧啦，智慧你的判断，你的判断绝对正确啦，绝对正确。啊，剩的代志，我想林博士已经应该有讲过啊吧？哦，咱年底的时阵，都要开始要来发这个，旅行证件啦，旅行证件吼，这就是这边咱去开会的最大的目的啦。啊，咱主席呢，伊伫这个宣言内底吼，又讲到两点。讲到两，伊重心就是伫这两点。第一点就是日俗必讲。台湾的国际条例法律来的啊，台湾的地位就是日俗美赞。哦，就这点很重要。各位，恁大家来遮，遮辛苦来咧安尼趟吼，安尼遮艰苦，阿哥开遮侪钱，吼、哦。你爱学到一点，一点你学了，你就记得啦。日俗美赞，台湾国际地位就是日俗美赞。吼、哦，啊，我嘛是足希望讲吼，啊，我家己管就好啊啦。哦，感觉我过去的感觉就是安尼，我那爱听别人的，但是无多，条约、条例、国际法就是安尼，啊，你就照干照安尼行，啊，这个就是美格，大家爱记哩，哦，日俗必讲。那么针对这点吼，我就原来说我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说吼，日俗美赞哦，那美赞的部分哦。我看无需要讲太，大家马上都能够接受嘛。这个太平洋的战争是日本跟美国的战争嘛，其他的国家无资格啦。什么英国哦吼，新加坡啦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越南啥，拢嘛有跟日本战争啊。迄个时太平洋战争，拢有咧战，拢总叫日本啊，弄个拍啊密密麻麻。是到1941年。哦，日本无来无去去啊，拍迄个珍珠港，啊，美国怎宣战，啊，为迄个时阵才局势才开始改变，日本才开始滴滴白枪滴滴出来安尼，啊，最后嘛是靠美国迄两粒原子弹，哦，弹落了，日本才宣布投降嘛，所以美战这方面吼，拢无。无啥物有，大家拢会当接受啦。世界上无人个迄落，恁阿公啊，迄边遐嘛，伊嘛是会当接受啊。哦，啊至于说迄阵仔个中国吼，就是蒋介石个中国嘛。吼、哦，伊对台湾伊敢有啥物？伊连一粒枪子哦，爱向台湾这边拍过来吼、哦，都无啦，连一粒枪子都无啦。吼、哦，啊是安尼伊来讲。哦，这就是以后咱台湾的迄个地位真复杂，都是为家来的啦。啊，跟你都无关系，啊，那有什么依赖在讲？哦，啊，不要那美国那个继续过去讲，等等哦，这以后还阁有解释。但是这个美讲，台湾是美国所占领的，这没有什么疑问。啊，这个日俗哦，就必须要做一些解释啊。都爱做一关迄落解说吼，日常吼，日常吼，要讲互伊更加清楚吼，应该就是讲日皇俗啦，日皇俗，哦，啊美军战，啊因为你要讲口号吼，迄个数迄字爱较少咧，所以才讲啊日俗美将，其实若要较清楚，就是讲日皇俗美军将。哦，啊，现在日皇俗，哦，那么这个是这个代志，都爱个推向迄个1895年的迄个甲午战争啦，哦，甲午战争哦，甲午战争哦，中国战败，日本占领，啊，签订马关条约，哦，日本叫做下关条约，哦，啊。
定这个条约的时阵吼，是迄条约的这个文写啊真清楚，就是讲，一个开宗明义啦，吼，这个条约的开宗明义，就是写讲清朝帝国大皇帝陛下，甲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签订此条约，吼，啊，算上。那个可不可以马关条约？可不可以拿马关条约？哎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准备？好、哦，当然不要紧。这个条约哦，开宗明义就是这个啦。啊，咱俩咧跟人签约吼，嘛是开宗明义，就是讲吼，买方就是甲方啊。买方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就是啊，以下简称甲方。啊，买方啦，啊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以下简称乙方。吼、哦，好、哦，这就是开宗明义嘛。吼、哦，这迄、那、落、個，哦，这个马关条约原文吼，伊、哦、的开宗明义，就是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为订定合约，吼、哦。是皇帝甲皇帝咧签约个呢，唔是迄个李鸿章咧甲日本迄个啥，迄个伊藤博文呐、啊，因咧签约呢，唔是呢，是两个皇帝咧签约个，权利义务是限这两个皇帝诶范围呢，唔是李鸿章甲伊藤博文呐、啊。李鸿章、伊藤博文的是吼、哦，大叔安尼尔啦，代替因这两个人拍合约安尼啦，是安尼尔啦。所以大家唔当都爱这点爱记清楚。所以讲，大清帝国大皇帝将台湾永久让予啥人？唔是日本政府呢，唔是日本政府的，是日本天皇呢。这点咱都爱。确认了，咱以下你讲的话吼，吼，咱咧分析的时阵吼，都会清楚啦，吼啊，日本天皇，伊摕到，伊伫经过这个马关条约，伊摕到台湾这块土地，马祖啊不，台湾甲平湖这个土地的时阵，吼，因为。清国是对台湾是一个，吼，台湾是清国的迄个诶殖民地嘛，殖民地加伫国际法里面加会当割让嘛，啊，既然台湾会当割让哦，日本就是台湾就是清国的殖民地嘛，啊，啊，这诶，各位恁伫初级班的内底应该是拢有读过啦，吼，啊，我即马是再一次提出来啊，你吼啊提出来，因为这是咱这边去美国吼，诶，迄个宣言内底吼，诶，上重要两点，诶，其中一点啦，吼，啊，这务必都爱好大家样深植在你的迄个记忆内底吼，这随时都可以再重复讲啦。啊，因为拥有台湾边哦，这个土地诶领土是日本天皇哦，唔是日本政府哦。哦，所以日本天皇伊拥有这个土地了，伊家任命一个总督来台湾，啊，才叫日本政府协助这个总督来管理这个台湾，啊呢。所以当时因为是台湾是清国的殖民地，哦，啊，割让给日本了。港款嘛是日本的殖民地嘛，哦，这是必然的现象，必然的，哦。啊，伫迄个时阵哦，一个殖民地，还是一个发现地，还是无人岛，还是啥你获得这个所在的时阵哦，啊，你要甲将这个所在甲变成你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时阵哦，伫国际法上爱有经过六个步骤。一步一步，一定要经过这个步骤，哦。第一个步骤就是发现嘛，获得了，
而且日本天皇获得这个台湾这块土地，是因为啊啦，因为和和平条约的关系，战争嘛，啊和平条约嘛，啊才得到台湾嘛，获得，啊获得有经济方式嘛，有的人是用买嘛，对不？美国那个维吉尼亚，维吉尼亚是跟法国买嘛，啊，啊那个阿拉斯加是跟苏联、跟俄罗斯买嘛，哦。有买吼，啊嘛有赠送诶，哦赠送我是较唔知影啦吼，啊嘛无人岛发现嘛，哎，即个无人岛啊，啊我都记哩记啊，甲查咧，我讲哦，即个是我诶，这东西，这都是获得的一种很多方式其中的一种啦，哦啊，日本天皇就是透过战争啊签订合约啊，得到台湾即块土地获得，啊获得了的时候。你第二点，你都爱做个啥哩？咋做个你嘞？你嘞？你势力要集于全境，势力你要集于全境，迄叫做啥？迄叫做征服啦！哎，征服！你袂使讲吼，啊，我都敢那占吼占伫台哎家人，啊，就宣布讲全台湾拢是我的啊！迄无人要插潲你啦！因为啊，你势力无大家尊敬，啊，你啊势力集于全境的时阵哦，迄叫做征服，啊，征服呢就建立主权呐，主权就是这样来的啦。日本天皇对台湾的主权都是安尼建立的。你所谓主权哦，主权的定义就是讲一个国家的政府，还是伊的皇帝。对伊所属的领土，吼、哦，有无上诶，叫啥？至高无上，有至高无上啊个排他性的权利，你知啊？按这代志，你知？至高无上，我伫这个所在，我所有的我拢总是变成我的，恁大家拢爱听我的，哦，啊个别人拢袂使来甲我讲，这就是主权啦，这是伫迄个百科全书内底吼，就是安尼写，至高无上和排他性的权利，啊，你个想看麦，我来个这个所在宣布讲啊。这个所在，我对这个所在所有的人啊，是所有啥，拢爱至高无上。您服不服气呀、啊？当然不服气啊！你算什么嘛？来到这给他宣布，我都拢爱听你的啥，对不？绝对袂当安尼嘛。所以你一定都爱个征服，你都爱个征服势力啊，把它征服了，全面给它征服啊！我无多啊。而且好，你宣布讲啊，你在这个地方是至高无上的时候，我只好点点啦。啊，你若无做这个工作，你若无做这个征服的动作，我才不甩你呢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日本天皇哦，伊第一吼，伊总是是安嘛，因为伊要死政嘛，1895年吼，啊就开始要死政啊。没死政个喏，发现说很困难呢，哦，这西部这吼，在那个清朝那个啊一挂通管区啊，汉人的通管区，马龙不服气呢，说明我都爱听你的，那你算什么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这个东部这边啊，阿哥较免讲，东部这边拢总是那个时叫做青番呐，啊，这边是算石番呐。啊！迄、那个千万的根本都伊都无咧插潲伊，我我伫遮都住过啦，我几万大诶所在，你来到底要甲讲，你拢爱听我诶，我爱插伊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讲啊，他这边啊，你死政啊，都一直政不下去呀、啊，吼、哦、啊！要安怎啊？再开一个国际会议，爱听看国际上有啥物款的建议啊无？哦，啊，迄阵啊特别有去邀请一个美国驻在澳门的一个
诶，一个迄个领事，吼，诶，领事诶，一个参事啦，参事，诶，领事馆内底一个参事，吼，啥伊来？啊，是啊，咱特别都爱去请这个美国的参事呢，因为美国哦，过去有对印第安人的迄个征服的迄个经验呐，都有迄个经验，所以呢，这个请伊来要听伊的看，伊的看法是安怎？所以伊咧个讲啊，因迄拢唔是一个国家啦，因迄拢啊，干那一个部落，哦，所以你爱个征服，你也是个征服。你有权利跟他征服，吼、哦！因为这个土地是你的啊，哎，住你家，你都爱个征服，伊家有福气的，吼、哦！所以呢，为1896年开始，那个天皇下令，用军队、警察，为北部、东、甲西，全一全地拍落，统统地甲拍落，啊，拢总拍。十年的时间到哦，1905年开始拍，甲1915年啊，拢总十年的时间呢，全部征服，啊，征服了啊呐，就是建立主权嘛。主权你要建立，一定要透过征服的这个架构。啊、同样你就反过来说，就是说你有了这个架构以后，你自然就拥有主权嘛，天皇就拥有台湾的主权，这是在台湾就有这个土地为海中补起来了，甲1915年的时阵哦，拢无人做这个工作，所以无一个国家嘛。啊，日本天皇都有做这个工作，他只是唯一的第一个，也是最后一个建立台湾主权的人，就是日本天皇。哦，啊，第三点呢，你要将这个殖民地要给变成，迄落爱经过六点嘛，吼，啊，对象已经讲啊，第一点就势力集于全境嘛，就是征服嘛，啊，就嘛第三点就是要建设嘛。但日本对台湾的建设那是有目共睹，全世界都知道的。伊占台湾，伊来台湾了后是喏，抵台湾40年的时候办世界的迄个博览会嘛，博览会要让全世界人，你派各国拢派代表来看，我40年对台湾建设偌大，事实到即马还过来用啊，拢还咧用啊。啊，这流氓政府来个台湾，一切嘛是拢照日本迄东西伊个建设的迄蓝图来咧建设而已啊，哦，所以日本对台湾的建设那没有话讲，哦，第四就是爱教化，爱教化，哦，要来教化，啊，你我讲的话你听无，你讲的话我听无，你是要安那成为一个国家，哦。啊，林博士，伊定来拢用迄个爱奴族迄个北海道爱奴族，哦，因讲的话是爱奴化，啊，即嘛得底个教化，叫因爱讲日本的话，日本话，啊，了个大家拢你讲的我听有，我讲的你听有，安尼唔加迄个慢慢啊，迄个文化，啊，才会当融合嘛，哦，啊，这就是迄个教化，啊，第五就是迄个。啊！爱世界承认呐，要世界承认。第五个是世界各国要承认呐，啊，有些不承认你就没办法，啊，哦。啊，这承认都是讲，伫1922年，世界有伫这个也是华盛顿 DC 有办一个迄个裁军计划，国际裁军计划，拢总有九个国家参加。迄个时阵哦，世界哦，拢都嘛只30-40个国家呢。哦啊，搞个上界有武力个迄国家吼，武力上强个，拢伫迄个华盛顿 DC 做裁军协定啊。啊，迄个时阵哦，协定一开始，每一个你即个搞个国家，大家拢爱献出你个，你家己个托领土嘛，拢爱提出来。啊，我互你看，啊你我看你个，啊你看伊个，啊伊看我个啊，啊大家有意见啊无？就是要看讲，安尼有意见啊无？哦，啊那
看有意见啊，都爱讨论，爱吼爱讨论，结果拢无意见啊。整个会议结束啦，伊拢总无意见啦。啊，迄个东西呢，日本天皇都已经日本将台湾啊作为伊的领土啊，现落大家看，大家拢无意见啦。这就是国际承认啦。啊，那么最后一点，第六点，你就是爱你的迄个宪法给予啊，给予。当那个原来是殖民地的当地人有参政权跟参战权，哦，啊，迄个时阵就是1945年的4月7日，日本天皇宣布伊的明治宪法伫台湾实施，予咱台湾人会当选出5个众议员、3个参议员，会当去日本的国会去参加国事。国事的会议，哦，啊，你那是一个殖民地是无可能啦。你哪一国的殖民地吼，咪讲哦，我的国会要让你来参加无啦？嘿，那是啦，有啊，是都徛到边啊，都边啊做观察员啊，那样，嘿，就是算太早呀，哦，啊，让你来派议员来参加参与国事，这是无，嘿，就是就干那自己的领土才可以啦，所以。伫这个规定吼，有六个程序吼，日本天皇拢照安尼做啊，所以台湾哦，它是变成日本的迄个永久不得分割的领土啊，啊，但是世界各国吼，无讲真了解啦，尤其是讲1945年的迄个宪法实施的。的时阵哦，是战争最后啊啦，剩4个月我就结束啊。我迄个阵乱七八糟啊，所以这个代志一宣布，无啥物人知影，无啥物人知道，就干那日本的高层还是天皇，应该是知影，以外其他外国的，尤其是敌国拢唔知影啦。所以呢，大家还佫是人民讲，台湾还佫是日本的殖民地啊。所以，唔只有迄个1943年的迄个开罗宣言讲啊，将来要将台湾，那战后那赢啊，要将台湾要还予中国，唔只有这个看法，迄东西啊，不是，因为啊，你宪法啊未实施嘛，哦，啊实施的时喏，我唔知呀，我唔知呀，所以呢，甲这个古今斯坦和平条约要签。1951年，吼，9月7日，9月8号嘛，9月8号，就是咱3年前去办酒会迄天啦。咱拢要酒会，拢有迄个特别迄个意义的。9月8号要签署旧金山和平条约的时喏，这个签署人，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个制作人呐，这起草人吼，杜勒斯嘛，吼，杜勒斯。伊去见天皇3遍，伊才知影讲啊，夭寿啊！台湾是已经是日本的迄个，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！啊，要安怎？吼、哦，迄个时阵才，所以才会讲，伫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，会定出一个安尼乱七八糟的，看拢无，大家，佮即马都啥无的，迄个条约会出来啊，就是啦。日本政府宣布哦啊，放弃啊，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the Pescados， 哦，就是讲啊，放弃啊，无讲要啥人啊，哦，无讲哦清楚啦，这个放弃是放弃啥物？放弃权利尔呢？放弃管理权尔呢？因为日本政府是刚才一个公司的一个总经理安尼尔呢，总经理是对这个公司是有管理权呀，伊无所有权呢，所以伊会当放弃的是干那放弃管理权呐。啊，这哦，这拢是迄落妹妹格格暗无波吼，啊，实在是就是安尼台湾人吼，这68年来吼，拢一直去哦，这中共吼，这刘政府啊，甲美国。把咱骗。
其实呢，我知影，我知影，伊要甲人骗一百年，要甲人骗一百年，超工诶！哦，因这是 CIA 亲身甲我讲诶，我有 CIA 有换贴了呢，你知影？这边去伫美国咧开酒会时喏，伊是隔壁经呢，参讲这个。迄、那个 Four Seasons 的隔壁，无 Four Seasons 内底的餐厅隔壁经呢，伊拢看我呢。伊讲伫遐啦，我你看到我，你袂晓来加迄落。伊讲，因那边讲卖啦，因遐人讲卖，去到爱阁讲话，讲卖啦。啊，我伫遐咧讲话啊，呢，我闭口未笑，我伊讲看啊爱笑啊袂晓。哦，啊，我弟弟个，你莫说，哎、欸，伊要起一名。你啊名，你无名，绝对无要入去啊！伊讲啊，我无可能会去啦，我无要去啦。啊，到我回来的第二天才打电话給我啦。伊讲，你伫遐咧创啥咧创啥？我啊，你好笑啊咧！你都乌白讲，你看我咧聋哑啥？伊讲什么聋哑？我根本都唔知呀。哦，伊讲，安尼啦，恁有请一个面吼，吼、哦，迄个乐队吼，伫遐唱啊。啊，恁咧来原住民咧，我甲教迄个。原住民的歌嘛，哦，啊你那刷了吼，啊这个面哦就走伊遐啦，走因隔壁间吼，去遐走，啊迄个面的迄个钢琴的了，要垫一个啊，伊讲，那我找一个迄个台湾的迄个迄个原住民的歌给恁听，我就走呢，啊因遐美国人白人唔听无啊，伊讲，哎这哎啊就甲问，我这朋友是台湾人啊，你，这是不是恁的迄个原住民？讲是啊是啊，这我的原住民一个吼，因、哦、大家欢喜个拍架，迄个变的人拍包啊拍啊，吼，讲伊真牛啦。佮拄只几只半点钟前学吼，啊只来啊，伊都马上会当演奏出来。有就是代志。是啊，迄个吼，足关心的啦，足关心的。侬那个啊，无看迄个。还有什么的官员啊，啥？那我那没知影，没有你看到，对吧？我拢唔知影呢。我回来第二天，伊才打电话。我昨甲恁坐飞机回来，是因坐无同款的飞机啦。啊，我伊嘛是昨回来啊。啊，第二天是打电话啊，来甲我讲，咱咧创啥？因拢伫边啊咧看，阿伊讲，哦，啊，你想讲黑龙江个人啊，不一定啦。冇台湾人嘞，冇台湾人嘞，哦，啊，这是题外话，都这样讲个题外去，啊，即嘛就是讲，刚才日本天皇是讲，啊，我安尼就爱落一个政府嘛，啊，政府了，人家有主权，啊，佮一步到最后，哦，这杜勒斯啊，这签订这起草人呐、啊，其实呐、啊，马关条约的起草人吼、哦，马关条约。起草人也叫做杜勒斯啊，讲一个人啊，你知道？你想得到不？马关条约的起草人是杜勒斯啊，啊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起草人也是杜勒斯啊，但是哦，无共人，迄些啊因阿公啊，就是这个少年呢，这个。古金山和平条约，这个起草人的杜勒斯哦，因阿公哦签就是起草人，就是马关条约啦。因这家伙哦，是伫世界上哦，咧订定条约的权威的家族啦。连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呢，迄个法国诶巴黎条约啊。嘛是这个嘛是杜勒斯，嘛是这个阿公去签的啊。啊，这个少年的这杜勒斯，迄阵都刚那是伫哈佛，啊，对那公去啊，哎，看伊咧签条约。所以讲哦，迄要签迄个条约是无遐简单呐、啊，因每一字每一字，每一个甚至一个介系词吼，啊，一个 on， 啊，一个是 off， 按照差天甲地啊呢。所以没有，所以为什么咱的迄、那个这个汉文，咱咧用这个汉文呐，无遐尼啊精密啦，无遐遐在文化上没有那么精密，你无法度看啥物嘛，无法度代表啥物啊。所以哦，
拢一定爱用英文、法文、甲西班牙文作为迄个条约订定，就是因为迄个文化内底吼，有足济足济迄个复杂的迄款关系，所以呢，这嘛是题外话的。杜勒斯呢，伊知影讲啊，哎呀，阿叔啊，这样台湾都袂当割让啊嘛。啊，每当割让的时候，你波茨坦宣言来的，大家有个共识，就是讲台湾一定爱甲日本爱拆开啊，袂使阁予日本阁有台湾。哇，阁有迄个台湾吼，就对，好，干那阁插两支石雷啊。所以要予日本讲，予伊安尼永远袂阁变成讲像安尼日本帝国遐尼啊强，务必要将台湾甲摕掉去。台湾太重要了，哦。啊，所以伊就干呐，啊讲未使过予日本管，我台湾阁未使挂出去，啊变安怎？所以就干呐讲，啊无安尼好啦，天皇卖处分啦，对不？干呐处分这个首相啊，哦东条英机，对不？把吊刀啊，哦啊叫日本政府宣布放弃主权。会权利啊，拢无讲啊，伊你个看 ，all right 嘛，迄是权利嘛，所有拢是权利嘛，吼、哦，义务咧，义务就是你爱保护这個台湾呐、啊，伊不放弃啊，伊就跟他拢放弃权呢啊，而且所有权那更不用提了，因为天皇都无受处分嘛，是跟他嘴巴封起来啊，那年啦，哦，所以。定出来的这个条约吼，实在是荷兰沙龙无啦。但这是定这是啥物啊？大家拢乌白解说啊！哦啊，伊哩个亲妈，伊就是要甲恁骗一百年。一百年的意思是讲，你伫战争哦，啊出事遐人，还是佫多多战后诶出事遐人，拢死了了啊，拢死了了啊！啊，我美国才要来处理啦。啊！伊要来处理都没有无第三个声音嘛，无人知影嘛，伊讲啥就算啥嘛。搞不好，从来要将台湾的海哦，中国嘛不一定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讲哦，还是实在是足危险的啦。这一百年，就是我咧拄只咧讲迄个走去美国，你家看的，你家人监视，迄、那个家讲的，本来是要跟骗一百年啦。哎，啊，这个是一个细胞尔啦。他们讲题外话，这是伫台湾一个细胞，一台湾人，我换贴未？我换贴大啊！换贴四十几年，我唔知伊是伊咧创啥，我敢知伊是康州道教练安尼尔，啊唔知伊是坐咧创啥，但是知影讲哦，伊足犀利个，伊足不乖啦。我足侪好，我换贴个朋友来滴哦，拢有迄个医生嘛，啊医生哦，哦我拢摕绿卡咧，啊到尾美国宣布讲。美国绿卡嘛，爱来交税呢。我就讲，我台湾啊，怪说啊，美国那边啊，该交税，啊，唔得交两遍，全绿卡全给放弃了。啊，放弃了是喏，我已经啊大汉啦，未去美国读书啊，啊，老母爱对去啊，我拢未使啊，你敢放弃啊嘛？因某啊，本来嘛是有绿卡，啊，即卖放弃了，啊，美国去美国了，喏。拢总无法度，伫 AIT 就拢拍倒当啊，拍倒当。哇，要靠美女啊，有两个啊，两个迄种医生啊。我迄大吼，啊，那个叫我这个朋友来，啊，小个创咧，拜托你啦。伊讲无爱啦，无爱啦，伊那个拜托你啦，你话拜托就会使未？哦，安尼，好安尼，好，哎，提起一礼拜后就签落啊。奇怪嘞！啊，你这是什么？那安呢？吼！啊，我以前是想讲，因为伊个查某囝是嫁予迄个 AIT 的人啦。啊，我想讲，迄是你 AIT 的关系啦。啊，咁么因囝就离开 AIT， 就去美国变成 CIA 啦。啊，我们知影讲，伊咧讲遐古古怪怪话，拢是因囝婿来讲。啊，我唔知影讲，伊嘛是去用吸收啊，嘛是做细胞啦。哦，啊，因为这层关系，啊，因人迄个因个囝婿甲即马来啊，吼，我即马呾差不多有50岁啊，吼，啊，做啊中阶级的迄个
诶主管啊，安尼啦。啊，所以咱第一遍去遐办酒会的时喏，伊在场，伊在场。哦，咱嘛有人有看到，啊，但是这边伊都无在场，但是伫隔壁房间安尼啦。哦，嘿，啊，咱咧创啥？哦，拢伊拢足注意啦，拢足注意啦。有顶摆教训哦，因拢足迄个，足注意的。哦，啊，即马就是讲，我即马回到啦，我拢定来安尼安插回边啊去。就回到讲，日本天皇拥有台湾即个领土，诶，即个所有权呐，甲即马也无变呐。所以呢，咱一定爱讲，爱讲日皇属啊，美军舰大家拢会接受，日皇属足侪人拢未当接受。没当接受，吼、哦！啊，但是啊，法律、教育，啊，这个道理，拢指向日本天皇。啊，你敢那唔讲？我唔听，我唔爱插你这個法律，啊，唔爱插你这道理，啊，我什么拢唔爱。我敢那要做，我家己我上单，未通啦，未通啦，讲真爽，讲真爽。我英国嘛上个话平大声，吼、哦！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，哦，你听我爽呢，但是行不出去啊，行不出去啊！啊，去参加迄个游行哦，尤其特别是尤其迄个十几万人的吼，我那日本是迄个阿扁时代嘛是拢有迄个十几万人的迄个游行呢，啊，去参加的时候，我伫迄个参加的中间是拢足爽的啦，是拢足爽的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但是哦。离开了时阵啊，都，哎呀，还是在那松散，他们，啊，对，国尤其是个几只马啊，吼，伊那个跟你讲一句讲，迄个派出所无，天下第一派出所，迄个中山桥，还是啥，迄个派出所，迄主管出来宣布讲，他一万块啦，哎，恁客家用要死，他说一万块，那十多万，伊家己讲一万块，啊，你个都规个拢领嘞。电视宣布啊，一万块，啊，实在是有几十万呐，嘛，十多万是无啦，七八万啊有啦，啊，但是伊家己宣布讲一万咯，吼，啊个这只马吼，等讲啊，三天就过去了，三天就过去了啦，吼，所以讲。你话是真爽，但是啊，你实质大行拢无啊，哦，大行拢无，哦，所以咱想来咱行到这步，哦，就是因为咱拢完全按照这个法律来行，离开这个法律，咱死无葬身之地。我讲无客气的话啦。你若离开这个法律的时候，话讲出去，路行未出去，连你的自由你都叫人家你扣去，是啦。所以咱一定讲言必及迄个法律，国际法啦，不是这个什么刘法生专书这笨手这些哦，是国际法、国际条例、国际条约。哦，咱言必及于这样，安尼咱哦。跟巨人一样，咱就变成巨人了。啊，那离开这条路吼，啊，咱什么都不是啊。啊，咱都拢什么都不，什么人都有在来给你欺负啊。吼、哦，这点吼，我伫家是要甲大家安尼来呼吁的，就是讲，我就是有深深的感触，就是伫这所在，言必及于，必及于吼。迄、那个法律、国际法、条约、条例，安尼哦，绝对唔能想讲还佫有其他。因为我有听，咱有迄个动心吼，啊，伊几十年来吼，拢是台独个啦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台湾个建国个心哦，是足强个。啊，但是伊听到咱个即论述了吼，吼、哦，伊认为咱这是对啊。吼、哦。啊，就拢做伙啊！但是做伙咧讨论的时喏，哎，偏偏因咧大多甲大多个中间啊，因咧讲，就讲，就有一点偏离到
偏离掉这个法律这条吼，这个法律来滴，小可偏离掉他们从前所熟悉的遐论述的时阵哦，讲到尾啊，拢安那，我安那呢？都讲到好好啊，到尾啊拢怎啊？啊，拢重要的人呢，迄就是安那，你讲话讲这个道理，你偏离掉了，突然因为。见到老同志嘛，哇，都讲，啊，慢慢的偏到我最后的，就叹气呀，就怀疑我，哎呀，这是有法度啊，无法度。但是你那个过个牛都等来讲啊，有影，咱这绝对是成功的啦，因咱必定啊，因为外口环境嘛是伫。叫咱安尼咧行，对吧？这個、中华民国，我请问，英国吼三军安尼，今嘛敢无军啊？无啊啦，已经无军啊啦！我提一个证明哦，你看，一个军真重要，就是要有军法嘛。你若无一个军啊，无军法的时阵，是不是叫做强盗、强盗、强盗集团？对，比乌都啥乌都无得个，还佫有一个迄落，因为伊迄落法啊，啥物啊，对不？家法是啥？伊这军法都无去啊，啥那会当无去？就是呐，因为无军啊嘛，那都无军啊，我就那还佫爱这个法，你懂哎？所以怎损失？这个洪仲秋的这个案件，怎将军法佮取消掉？啊，这就证明什么？无军嘛，看到有军哦，你个十个洪仲秋，案件嘛无啊多个病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损失啦，啊，这拢后边拢有指导人呐、啊，迄个指导人姓米啦，嘿，哦，啊这吼、哦、咱哦，咱爱有信心呐。哦，啊！但是咱要有信心咯，你都爱有就照法律行，啊，照法律行，咱才有足够的信心。我诶，两千零六年，啊，今嘛几年啊？前后偏啊，都要八年啊呢。啊，无人啊，甲问一下，讲诶，潘先生啊，你落我，这张你甲收一下，吼、哦，什么地检署还是啥啦？拢无啦。刚才有一个林博士吼，一开始。有啦，去接到迄个高等高检署的迄个团票，哦，啊，迄是安怎子？因为哦，迄个有三个迄个立法委员，迄个拿军的迄个立法委员哦，去甲高检署哦，去甲检举，讲这人叛国啦，吼，什么啊？你要将台湾迄中华民国政府要甲并过安怎啦？啊！这高检署哦，因为这一判就死刑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一声就跳到迄个高检署啊，吼、哦，这不是迄个地检署啊，高检署啊，关于马多啊，三个立法委员来补啊，你无办袂使啊，所以才甲调林博士去啊。我嘛对去啦，吼、哦，但是哦，伊也是。监察庭是侦查庭是不公开嘛，所以我也袂当入去啊，啊拢伫外口，啊伫外口，我阁想讲，嘿，因就垃圾包吼，到时怎为这门入去，啊再为后壁门怎甲伊杀咧，然后为土城啊送去，啊废去啊咧，啊我怎走迄个囚车的停车场呀吼，怎徛伫遐看。看，我就知我迄提供第几号店吼，啊，我知影，我来甲注意，后壁门有开啊无？吼，安那开，啊，都系看啥物人去咯啊？啊，林博士有怎啊去坐轿车去土城啊无？啊，这徛到这边两点钟久啦。哦，啊，再听一遍话了，哦，跑，啊，我咁耍，赶紧咱个走去安尼啦吼，啊走去，啊就啊林博士，无代志，吼，啊迄阵记者真济呢，啊有翕相啊啥物事，啊嘛威逼过来记者，啊结果
到尾我說，欸，我说啊，来弟，啊那安尼，我舞遐久啊，伊讲哈，都要开讲啦，开讲啥物？迄是咧侦查令呢？伊讲我甲一个问讲啊，你是凭啥物要甲安怎吼？吼用啥物地位咧甲迄条，伊讲袂出来啊。你是一个，Chinese Taipei 是啥物意思？你知影无？啊，请你讲一下，愿闻其详。刚才我刚讲，你无你甲解说看嘛？哎，叫你甲解说啊？什么叫做 Chinese Taipei 啊？是啊，安尼，好，按着刷，有啥物代志啊？无，啊，无你要甲哭个是啊？无啦，啊，叫你来做证啊？按着讲刷啊，我要来，会使走未？讲，慢，你嘛处理吼，即嘛就处理吼，想潦草啦。我还用讲，讲伊也去用讲，吵吵就结束了。奶奶，你来，那个警察，发警来，冲起来伊啊来，开车，好牛是车，啊车啊该开讲，啊，啥物个国际法啦，啊，你讲讲嘛，你讲讲嘛，啊，牛牧师在底下个上课点话真久，个高等检察官啦，啊，个上课点话真久。啊唔知道，搞不好唔知道有来吃，我唔知道。这个代志，我出来，我看了，我来真欢喜啊！吼，啊，这个干了一摆，唯一的一摆。啊，所以迄个林博士有特别讲过，伊讲吼，美国有噶，这个刘邦将讲哦，这个是依照国际法成立的一个组织咯。你未使用超过，你未使用刑事以上的刑罚，吼，来对这个这个团体的人。所以，噶起码八年，我噶起码我唔嘛，从来唔嘛安怎。有咧噶讲监听下无监听，我是不是有啦？十有八九无滴，嗯，哦，够好啊。迄就是咧落监听啦，有啦。啊，监听的意思是监听啊！啊，咱的主张就是安那，一切公开嘛。我做啥物拢爱公开嘛，对不？啊，我若公开的时候，你这里去监听嘛呢？你无迄落啦，吼、哦，会啦。啊，咱这个是恶出来尔啦，伊是监跟咱咧监的，伊唔敢对你安怎，完全唔敢。咱坦白讲，吼、哦，所以较起码。连刚才有啦，迄落什么税金啦、啥，迄款的吼民事啥，迄是有啦，吼、哦，啊那刑事绝对无。哎呀，那咱这是美国军事政府后边咧支持的一个政府啊，一个组织嘛，对吧？所以你是坦白讲，咱是正式的一个政府呢，啊，因是一个民间团体呢，因为啊。我就是真好证明嘛 ，AIT 就是民间团体嘛，只有敢那会使甲 AIT 计较啦，会使计较嘛，未使甲 CIA 国务院啊、国防部啥子拢无啦，是敢那会使甲 AIT 啊 ？AIT 是啥 ？AIT 是民间组织呢，民间组织呢，所以也是。伊唔是一个政府啊，咱这流氓，咱那个讲流氓政府还是真客气啊呢，对吧？这个是流氓难民组织呢，难民组织呢，是跟那个达赖喇嘛共款呐。达赖喇嘛伊伫印度，伊敢去人，甲印度人讲，你来做兵，无来做兵，我来抓起来关，干唔这个代志？还是讲要甲印度人扣一家人？无嘛，这个今麦咱这个人民组织，一个达赖喇嘛都完全共款啊。但是为什么那会变安呢？迄就是美国了，始作俑者是美国，因为伊要避开伊的责任呐，伊的责任应该伊爱尽的责任嘛。啊，你爱尽责任的时候，你都爱开钱啊，对吧？爱派军队来台湾呐。哎，就爱啊，都爱啊，学台湾武器啊，学台湾军队武器啊，哦，爱开钱嘛，啊，即嘛
非你台湾人拢都唔知影嘛？因咧讲讲啦，个骗一百年啊！哦，安讲讲啊啊，咱两个吼，你卖讲哦，你也卖讲哦，啊，各取所需嘛。伊本来伊是难民呢，迄个眷村就是难民区呢，对不？啊，咱起码说变阿公，咱都爱顾个起厝啥呢？安尼，迄个即款呢，可以继续顾留到台湾，啊，顾继续统治咱台湾呐。爱美国人哦，我拢免责任嘛，拢免责任嘛。啊，刷落安怎？顾会使甲即个流氓政府。哦，你们提啊提啦，提保护费啊，保护费啊，伊就爱甲买军，伊就武器啊，啊军购啊，军购都是你家迄落，因为军购本来就是你美国爱玩的嘛，李敖都安尼讲啊嘛，对不？李敖你坚决反对军购，他本来就应该给我们的，为什么要跟他买？李敖怎样？但是伊唔讲嘛，伊嘛是要享受伊的迄个一等国民的迄款的迄个权利啊！哦，咱个买武器，啊，介绍是一定的呢。咱无法度改迄个，咱要讲爱买武器买我吼，我加一倍给你啦吼，是安尼呢？你知道啊？迄是保护费，啊，就是原因就是因为台湾人拢唔知啊，台湾人戆戆。哦，啊，不是讲戆啦，是唔知影都兼着房间去啦。啊，迄个自尊心吼，迄个作祟啊。哦，啊，大家拢唔愿皇冠安尼吼。啊，到尾啊讲啊，无至少也够有咧选举。啊，万一呐，咱啊选赢，都会安怎？属实有可能吗？你政党轮替了是安怎？李登辉是台湾人啊，陈水扁你。台湾人啊，你迄个蔡英文啊，什么苏贞昌啊，迄个会当甲我都甲陈水扁比吗？陈水扁迄款气魄，迄款的迄落阵都无在了，改变是三一时啊，一时好的迄个事实的。迄个李登辉啊，佫是老迄落吼老狐狸啊，你嘛无法度甲改变什么一点啊，迄落事实啊。啊！你下骹手的人，下骹遮人讲，我若个啊政党轮替，啊，我都会当安嘛？咧讲笑话啦，迄是咧讲笑话啦。唯一的一个方法，就是伫即个政党、即个台湾的迄个管理当中哦，爱关照哦。你若要生存，你家己去金门妈祖，义气哦，都叫做中华民国啦。伊个照进来去啊，金门妈祖啊，就是变成中华民国，马上合法，但是马上就被吃掉，都无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啊，所以伊袂兴趣啊，伊无爱来，我宁愿到台湾啦，都爱酒蒙酒嘛好啊，对吧？啊，咱即马既然都已经知啊，咱都爱照一条路行，啊，咱无人无武器。无武力，吼、哦、啊，无钱，吼、哦、啊，咱要安那达成这个办法，都是法律，哦，法律都是咱的武器，这个兵啊，这个兵，恁手中每一人这个兵，尤其是迄、那个你林博士迄个兵，吼、哦，迄都是核弹呐，比核弹更加厉害，吼、哦、啊。啊，咱照法律这条行，哦，啊，法律咧讲，日俗必讲，啊，你都唔通讲我俗我贱啦，唔通安尼讲，照安尼行，到尾啊吼，赢都是咱，你知啊？哦，啊，这就是迄、那个，迄天吼，咱的主席吼，伊的宣言内底第一点，第一点。哦，我讲点外真久，哦，第一点，还有第二点啊，第二点就是讲，叫做台湾地位正常化，爱协助台湾，请美国
爱协助台湾地位正常化。哦，啊，正常化来的，足济的来的，咱抗一项物件，就是马上要实施的，就是安怎，就是旅行证件、旅行证件、旅行证件。还讲哦，飞机的刷了，等伊个离下的时喏，林博士的电话就到位啊！恭喜大家，那酒会成功。我已经接到美国的那个恭贺的电话，哦，他同意在今年里面就要给我们旅行证件。好，哦，这。也爱谢谢咱的秘书长吼，这伊的努力吼，啊，今嘛咱都大概时间，你这个月月底吼，开始都要迄个筹备好势啦，筹备好势，啊，申请书都上各州，哦，各州，啊，大概踊跃去参，当踊跃啦，踊跃去申请。哎，摕到了吼，刚刚大概是今年底就会摕到。摕到的时喏，我准备要来关渡写一点。你也是，来带一枚的话，机票买的吼，啊那个去来关渡，啊都等啊，双胞台湾，也请这地方政府哈，你好早啊，你好早啊。哦，这是无法度啊，啊那。啊！人很啊，了不起的人物呢，去创个组织，啊，不，理论上是68年呢。2.28发生的时候，台湾人要建国的迄个理念，就危机就开始啊。所以讲，即嘛是68年，吼，哦，68年哦，大家的努力哦，拢无结果，啊，即嘛总算给我们找到。啊，马上在执行，咱即马是咧执行当中呢。论述是归论述的，阮英国是到处拢讲论述尔，也无步骤啊。啊，即马拢步骤跟论述拢一直咧进行中啊，拢一进行。啊，即个可能是已经甲差不多是尾上尾啊。真啊，退掉的时喏，都大概是拢完成啊。啊。大家会当讲哦，伫这个重要时刻内底哦，你没有缺席啦。这点哦，咱家己自己哦，拍拍手好不好？哦，那我这是因为迄台湾哦，台湾那个几万年来的迄个不要的迄个已经过了万年啊嘛。哦啊，噶起码咱只唔讲台湾人会当讲啊，吐一个亏啊呢哦。我要家己。家己做主人啊，呢吼吼，但是哦，我底下咱虽然是咱咧管理家己啦，但是咱顶面爱还佫有人伫咧吼，那这点哦，咱都爱承认啦，爱承认啊，有顶面还佫有人哦，迄只好啦，迄只是设计，林博士设计，是啊，那英国那有人咧讲日俗，无啦，无人讲日俗啦，就是。林博士甲挖出来，挖出来目的是安那？要美国看，唔是你会使挖白讲呢？即日本咧看，日本天皇咧看咧听呢，对不？伊虽然是未使讲话时喏，伊会使动头咧，伊在摇头咧，对不对？伊个权力若提出来时喏，你嘛是无法度咧，吼！啊，对美国来讲，说哦，我这台湾这打我爱过来打吼，我都咧无钱啊，那要过来去咯。我请这个有钱人出来啊！那需要用钱，你出来啦，爱出钱啊，对吧？为啥人？为台湾啊，对吧？拢来为台湾，两个世界上上强的国家，一个是武力上强，一个经济上强的国家啊，来咧照顾咱台湾啊，有什么不好嘞？非常好啊，我认为是非常好啊，对吧？哦，哎。这一开始，那个林博士伊提出这个论述的时候，我一开始我们是讲，我那个纠结就问出来，尾啊啊，该讨论该讲啊，那才知影讲，哦，因为伊有伊的拍算啊，伊有伊的拍算啊，
啊，因为咱有一只人，一只迄个，咱一个歹，一个歹国国一个国家，伫咱的身躯边呢，对不对？只是讲都是要甲伊吞，要甲伊吃，要甲伊吞大呢，对不？所以咱是一个小国，啊，小国就是生要生活伫一个迄、那个迄、那个迄、那個、一个歹的迄、那个大国的迄个下骹时阵哦，你一定要有一套的迄个生存之道了。你要有生存之道，啊！你完全的想要讲我家己要安怎要，什么人都拢袂使来甲我管，袂使安那要。我是台湾主权独立的国家的时阵啊，人大家拢退一边啊。啊，迄个有心的人，伊都要咧，伊都会当打起来嘛。哦，迄个印尼。但迄个宣布独立迄个国家是啥物名？我煞袂记。哦，邓丽文呐，哈，对，谢谢，邓丽文呐，邓丽文吼，伊就是呐，一个宣布独立嘛。我这是我住伫遮住几百年、几千年，我即马我啥也袂使宣布独立。伊一个宣布独立了，马上一年就几百啊，全个吞大，台死几啊十万人。哦啊，拢总二三十年吧，叫印尼统治二三十年，因为伊宣布独立嘛，宣布独立，别人都拢无迄个没有立场来保护他嘛，是到尾澳洲出面呐，看他安尼袂使啊，吼、哦，所以才去找伊的原来迄个本国，就葡萄牙、葡萄牙。去甲讲，你爱出面呐、啊？你爱出面讲啊？我无，我这是我的迄个殖民地，伊袂使宣布独立，吼、哦。都爱伊宣布啦，伊宣布，伊是主，伊是武功嘛，吼、哦。啊，甲美国出来甲背书，了才一年才足无情完全退出安尼啦。啊，之后才葡萄牙才讲好。安尼，我允准你独立，啊了，伊才宣布独立。啊，无伊一开始嘛宣布独立，想来一年咧一代几百，因为你伊个主人无讲好啊，没有讲好啊，啊，你都刚宣布独立，这不合法，不合法，我都会使甲你嫁去。哦，这是迄个国际法咯，这是国际法咯。哦，你迄、那个。外蒙古吼宣布独立是伫1912年嘛，就是利用迄个中华民国个打败清国个时吼，啊，怎啊建立迄个中华民国个迄个混乱中间啊，受苏联呢诶迄个唆使，怎啊宣布独立，吼，怎啊宣布独立，啊，宣布独立个时吼，马上有足侪国家啦，吼，弄个承认嘛，没有用啊。因为伊的母国是啥，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无承认呐，所以外蒙古伊个蒙古共和国已经成立50年，新滴滴未入去迄个联合国，未当入去，拢总未当入去，啊，未当入去，到尾安怎？想法无啊多，阵苏联才出面才讲，甲这个蒋介石，甲威胁啦，甲威胁啦，讲哦，我即马要提议要将你甲你赶出去，因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底下，对不？啊，伊要入来啊，啊，因为你定调的时阵哦，伊说你不爱甲你做伙，才无入来啊。安尼，我要提议要甲你赶出去哦，吼。啊！你若不爱我提议的时喏，你外蒙古，这个蒙古共和国，你也个承认伊独立，到尾啊，这个迄个叶公超无多啊，从咱来个蒋介石讲啊，咱的地位特别完蛋呐，联合国的地位特别完蛋呐，啊，唯一的去救的是讲你爱承认，为了蒙古共和国独立啊，哦，你若承认他。那么他就暂时不提呀、啊，啊就不提了，哦啊，各位别个无阿多吼，这个蒋介石就好了，
同意啦，因为啦，伊那伊是走来台湾的，但是伊原来的都是共和伊迄个外蒙古的迄个宗主国嘛，无伊同意，联合国绝对袂接受。所以蒋介石伫迄个时阵才同意外蒙古吼、哦、成立诶独立，变成外蒙古共和国。一承认，马上进入联合国。这就是国际化嘛。你蒋介石你就走过来那个台湾呢，你也够有迄个权利，就是安怎国际化就是安尼。你就是本来就是伊的母国，吼、哦、啊，伊无承认。啊！你啊！伊国家安怎宣布？国家一个人承认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，但是就是联合国袂当接受啦。联合国它的法律就是一定要母国同意啊！咱的母国是啥？日本天皇嘛？日本天皇没有同意，咱怎么宣布独立？啊！佫一个啊，科索沃，科索沃伊的母国是啥？就是塞尔维亚。哦，啊，对吧？科索沃已经三四年前就宣布独立啊，马上有二十几个国家马上同意啊，包括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，世界上强国家拢个同意啊。啊，伊要入去联合国，安那未使，无多。啊，即马啊，过几若年过啊啦。我有甲一个迄个教授吼、哦，一个教授。哦、我拢伫拢嘛伫迄个姚嘉文的迄个办公室遐，我拢开会啥啊？有讲到这阵咯，我就讲伊绝对无法度进入联合国啊！迄阵啊，伊还阁无法度，还阁无宣布独立。啊，迄个教授讲，伊一定会宣布独立。我讲好，宣布独立，伊绝对无法度进入联合国。啊，果然我对啊，伊宣布独立啊！啊，世界27个国家吼，拢世界上强的国家，拢承认啊。承认他这个，因为去哦，迄个塞维亚哦，迄个灭族的迄款呢，残杀哦，太残忍了。所以哦，世界各国我希望讲，伊我来当建立一个国家，吼、哦、啊，但是啊呐，你塞维亚，我不会同意啊，我不同意啊，因为我是母国啊，哦，啊，苏联哦，苏联伊嘛唔敢，哎，迄个时阵已经有俄罗斯了，伊嘛唔敢。伊嘛无爱，因为惊伊讲，还佫有一块民族，伊还有内底还佫有一块民族，完了要宣布独立啊，所以伊也无爱啊。啊，中共伊嘛反对啊，因为啊，哎，广东啦，迄个江苏啦，拢直直讲哦，我们要独立啊，所以伊嘛惊啊，所以伊不同意啊，啊不同意啊，就说辞这个塞维亚，你袂使同意哦，袂使同意啊，哦，啊这塞维亚不同意啊，不同意联合国就不能接受啊。哦，到现在科索沃还是在那里啊，他是独立的，哦啊，他自己也选总统，但是迄是一个变成你无法度进入联合国嘛，迄就是一个啊准国家的状态尔嘛，准国家呢啦，不是真正的一个国家嘛，哦啊那有人要甲你欺负，要甲你安怎的时候，你就是真麻烦啦，啊咱情形。同款，咱的母国是日本嘛？啊，日本咱的诶真正的主人就是日本天皇啊！啊，日本天皇伊都无，你都啊未去甲伊申请啊！啊，伊也无同意啊！啊，伊嘛未使同意啊！啊，代表就是咱这是战后啊，什么美军战掉咧？你都爱阁经过这美国同意啊，先经过美国的同意，然后你才经过这个。这个日本的迄个天皇的同意的时候，你才会使建迄个独立呢？啊，那无你呐，这个宣布独立，为什么美国宣布独立？台湾宣布独立就是战争，独立伫遮嘛，马上人随时就来啊嘛。迄个派边啊，迄个派人，伊就随时会跟你讲嘛，啊，跟东帝汶一样啊，跟东帝汶一样啊，所以你一定都爱。哎，照一步一步来，一步一步来。固然百个角哦，一个一个套啦，哎，一个一个套。袂使讲一声迄落，林牧师伊提真好诶，迄个例吼，就是讲你拍野球，
啊，你风浪讲出去啊，吼、哦，讲出去啊，唔是安尼，风浪讲出去，啊就哦得分啊，无呢？你讲风浪啊，你都爱一步一步走，走到第一类。打到，哎，我伊也打到，哎，吼吼，迄个裁判看到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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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二类，搁第三类，拢爱打到，爱互看到，啊，第四类，当个本类当来，安尼，你自己轰浪才有效啦。啊，你来讲都啊，我得走啊一类，我得想讲，啊，我得轰浪，我讲去啊，我得插袂，我得搁倒当来走，我位置类得搁走当来本类，对不起 ，out。虽然轰浪是你讲的无唔对，但是你无照规则行，这就是规则啦，这就是国际法啦。国际法，真侪人哦，拢讲啊，哪有啥物国际法？国际上拢嘛讲实力尔，哪有说无？那讲那哪有啥物国际法？哦，各位，假使那这个理论会通的时阵吼，哦，真正国际上拢无这个国际法的时阵吼。世界哦，至少三分之一的国家哦，拢叫做美利坚合众国啦，是啦。拢啊，比如讲，哦，迄、那个 Iraq、USA， 干部，哦，还是讲 Afghanistan、USA， 干部，无嘛，对不？这都是啥？这都是国际法。伊底下咧，伫全世界咧运行，啊，互你看袂到。哦，刚才就讲，空气啊，唔捌看，啥物人有看到空气啊？啊对哇？啊，敢无空气？有啊，有空气啊，无你早你就死啊，对哇？这个情形就是啊，真侪人拢讲哦，国际上就敢讲实力。我厝边我嘛是拢拄着这哦，我厝边遐拢哦，拢中国人。我新店拢全他中国人诶区域个公务员太侪，哎嘛是侬啊哪有什么？那世界上只有讲的权力权势上哈啊，美国现在在强势，所以他在那个啊，其他什么法律，我告诉你就是有。那无吼，三分之一的国家拢就变成美国啦，拢是变成美利坚合众国啊！哦，这就是上好的证明。啊，咱哦，那看个真清楚，咱就是这个法律，咱绝对爱照这个法律行。啊，这个法律是安那指示，咱就照安那行。安尼哦，咱都有一天哦，这个好人讲出来，这个联合书甲告美国，这个就是红人啦。他不告美国，这个就是红人啦。啊，这个红人讲了了时候，你都哎呀，你一步吼，叫规则吼，叫规则。哦，啊，咱唔知啊，规则差不多伫对嘛。啊，美国对后边个咧指示嘛。啊，开酒会啦，叫咱去开酒会，迄就是啊嘛，迄就指示其中之一嘛。哦，按照。国迄个外交惯例啦，吼、哦，成立代表处都爱开酒会啦，啊，这个酒会拢是伫佛西人嘛，伫四季饭店嘛，因的习惯拢是安尼嘛，啊，咱照安尼行嘛，伊甲你教，伊甲教，啊，咱就照安尼行，虽然是开袂少钱啦，开袂少钱，干那迄个酒会20万美金呢，会惊死啊！一个人头差不多1000块美金呢，一个人，哇、哦，那实在是，那是迄落哦，啊钱都安那来，我唔知啊。即个爱去问秘书长，我问伊嘛唔敢讲，啊都咱都无钱啦，哦，但是我若要用钱的时阵哦，啊都有资源都有啦。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话？我听无，啊都无道啊！啊，咱姑且听之啊！你卖讲错，这叫我去出滚20万，我无道哦！啊，伊都无道啊！哦，啊，这钱对来，我们不要深究了，哦，啊，咱都乖乖啊，
奉指示啊，该当爱安那创，啊，咱就是照安那创，安尼，哦，啊，这就是这边咱去迄个美国吼、哦、去开会，啊，做迄个宣言，诶，两点上重要，一个迄个重心呐、啊、第一就是日苏美战，哦，啊，第二就是迄个台湾地位正常化，哦，就是这两点呐、啊。啊，这两点啊，先，天经地义的代志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天，我拢有论述的嘞啊，不是，拢有一个法律在后边咧，给你支撑啦，说明什么人都无法度给你辩驳啦。哦，有关于这一次到美国的那个酒会哈、哦，我简单。哦，拉拉杂杂的啊，介绍各家为止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感谢大家，吼、哦，哎、欸，我的时间是还有十五分钟是吧？还有多久？十三分钟，哦，十三分钟哦，啊，请大家啊，无安尼，看，这十三分钟久的时间哦，啊，针对这个。都加讲遐范围内底，你若有啥物疑问哦，请你甲提出来，啊，我尽力甲你做合理的回答，哈、啊。有人疑问，嗨，请，嗨。安倍晋三，你来讲要修宪，敢要经过联合国的这个？附近做合约嘅签约国嘅同意。哦。啊，第二呢，全世界含即个姚家文真好。哎。伊等下讲某个讲，咱即个集团就三分集团。好。喂，啊，这位先生哦，伊提出两个问题啊。第一个哈、哦，日本要修宪哈。哦要修宪，是毋是爱经过即个和平条约签的48个国家啊的同意啊？然后这个吼，这个问题吼，伤过深，毋是我即个干那个迄个迄个，我会当甲你做适当的回答，吼啊！我毋知啊，毋通去计较都乌白讲啊，煞讲唔对，这个、真好问题，请你甲林博士甲提出来，叫解释。哦，啊！但是我是认为讲吼，我浅想的啦吼。48个国家虽然是签约的国家啦吼，但是啊，有一个主要占领全国 （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）， 伊为什么要设一个？要设一个主要就是安怎？因为你是定这个条约的时喏，有当时啊无够周全呐，有可能啊。哦，还是讲实施的时阵吼、哦，发生困难呐、啊。啊，伫这个吼无周转呐，还是这个困难发生的时阵呐、啊。哦，啊，要搁找这48个国家来的时阵哦，我看吼、哦，这个困难啊，这个迄落会更加发，会更加大。你无法度搁找48个国家来讲，啊，安尼使无？会使无？哇，拢一定乱七八糟啊啦！本来小的问题会变成大问题，所以这第旧金山第23条内底个特别国个定制，大家嘛知影讲，迄是美国是主要占领共和国啊。但是就伫迄个条约内底第23条个定讲，美国就是主要占领共和国。啥那定制嘞？目的就是啥那？有代志，你爱负责。唔是佫找这48个国大家过来啊，嘿吼，大家拢知影，问题会变愈大啦，吼、哦，袂当解决问题，顶多会变愈大，哦，所以才设一个讲主要占领全国，哦，啊，主要占领全国定落了啊吼，其他的国家吼，主动就变成啥次要占领全国啦。主动的啦，伊无甲讲啊，你对一个国都是主要，不要对一个国对一个人无啦，伊就干那讲，美国你是主要占领全国，安尼尔啊，然后
其他的国家拢总主动变成主要占领权国，啊，主要占领权国有权利，有义务爱解决以后的问题，啊，事实有啊，即马发生这个问题，迄个尖阁群岛就是钓鱼台，南沙群岛，台湾澎湖，啊，个迄个北方四岛，还有主岛，这拢是当时没有处理好的事情，那么由谁来做？主要占领全国，你要出面呐。所以，这个问题吼，以我的看法吼，是美国同意就可以啊。美国同意，免得爱48个国家来过来处理啊，安尼。啊，国家迄个精细的迄个解释。林博士才是最适当的人啊！你这个问题足好，会使甲请教吼、哦。啊，第二个问题是啥？我煞袂记。啊，姚嘉文吼、哦，我是伫遮刚叫伊带迄落，甲都叫伊称兄道弟安尼吼。干那迄落，我看到伊，我讲院长你好，我唔敢。我唔敢改变呐，我唔敢改变呐。伊为着台湾，关遐济年，对无？为着台湾关，我是算什么嘛？啊，我哪会敢去甲即款诶人？我只有干那心存尊敬呐，吼。啊！伫我怕，我要讲，我伊也无听呀。我要安那讲，我会使讲。但是我若看到伊诶时阵，我拢是一定的，吼、哦，还是考试院的院长哈。我讲啦，伊袂听啦，伊就怕，我唔得该去该去小将，听唔到，这样不好。我所以吼、哦，底下我伊也卡吼，我拢该抢，拢底也卡人啊，吼、哦，迄个李李邦武啊，吼、哦，伊也卡勇壮吼，迄个社会运动诶勇壮，拢赢几个啊。我了嘛，这样干强，那么叫上干强啊嘞！但是对姚嘉文，我唔敢，哦啊，咱有一个动心吼，关15年，加伊一倍，我讲吼，那拄着这吼，我对你后边，你也强得啊！伊加关15年啊，加关一倍啦，吼、哦，这是我给你回答啊嘞，吼、哦。哎啊！但是对伊的论述吼，我伊对我袂对啦。但袂讲伊对我袂对，但是我对伊伫面头前，我一定是啊表示真尊敬安尼啦。哎，安尼我袂，但是我袂对伊行。哎，另外一个唔知有人要迄落，嗨，多多，嗨，先医生呀。啊，副主席你好哦。各位同心好，我即摆讲台湾地位即个吼，有当我看《新台湾论》，我有看到，意思联合国迄个旧金山合约签约遐48个国家，苏联无参加嘛，所以苏联无参加，头先上副主席你讲诶，日本北方四岛，伊怎甲你签咧？唔放台湾诶地位嘛，算讲从中华民国伊都流亡来台湾，伊嘛无签。阿强那边嘛是无签，是毋是管经营啊？是，喂，安尼吼，这是一种的迄个常识的会当来解说啦吼。咱我甲这位先生签一个合约，吼合约来好，不管是啥物啦吼，土地买还是啥物迄落拢会使。甲后壁迄个先生有啥物关系？无关系啊，是。我甲伊之间有关系尔，啊！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是48个国家来，你有来签约啊？这个都是对你有成效啦，大家拢有成效。啊，对你吼，你的权利义务，拢自然你都是敢那照安尼行安尼以外，你无迄个恭维余地啦，无恭维余地啦，吼。啊！你，咱即个国际法，咱即摆是咧讲国际法。
国际法就是讲，将领无涉主权的专利的。哦，伊迄个暴风速度是，就战争剩一礼拜尔，伊才宣战呐，啊才去用战的啊。哦，就是安尼啦。啊，将领啊，你用将领啊，啊人内底拢是啊，佫有门外的日本人伫内底啊。啊，你共赶走啊！啊你要造成一个事实啊！干来要创一个事实，讲哎是无人道，嘿讲袂过嘛。所以讲哦，伊这是一个占领的行为，占领的行为不是无人岛的发现的迄个行为，是占领行为，占领无涉主权的专利。迄是伊咧讲，照国际法行，所以讲为什么咱的秘书长？佮提出迄个国际化、国际化、国际化，哎，即马大家拢知影，大家拢知道，哇，这真好解决问题，问题足济，问题拢会当解决。所以希腊人哦，就坚持讲爱用国际化啦。啊，中国伊问讲，甚物叫做国际化？国际化是恁家己签的啊，我免去遵守啊。啊，这个希腊人佮讲哦，去佮迄个雪梨的时阵，佮回答讲，哎，你啊爱称你的斤两是多少啊？你在讲多少话吧？你知道吗？希腊人啊，哦，这个，那边来讲，哦，恰白白哦，哦，这是无的管理哦。你那查甫的刚刚来讲是哪？你刚刚迄个诶战争呢？啊，查某该骂吼，你无法度的，好，你都害白白叫骂去，好，因都无客气哦，迄等于是讲给你塞嘴巴个款呐。你要称你的斤两是多少，然后再讲多少话。你国际法，你敢讲你唔遵守嘛？赶快台湾，中华民国你来台湾，你是占领吗？这是占领啊！都世界上都无一个条约，有一字讲台湾是变成中国的啊。无那有早都退去啊！伫1950年的时阵，美迄个中国迄边各联合国讲，美国占领台湾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也侵略中国，吼、哦，结果呢？啊，美国是甲各讲啊，你侵略韩国嘛？结果美国这边只，美国伊过赢，中国这边讲。台湾是阮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！我有足侪证据，袂来摕。啊，你若讲啊，无请你来，请你来开会，啊，将你遐证据摕来。吼、哦，迄个时阵伊还阁毋是连伊的会员讲哦，啊，就请伊来。啊，伊派一个高人团嘛，吼、哦，迄个团长就是吴秀，哈、哦、哈，哎、哦、对吼、哦，姓吴，然后队伍的吴。啊，迄个。迄个顾问就是乔冠华嘛，哈、啊、对不？啊，因去到遐，啊开会开煞，有一个结论出来啊，台湾唔是你中国个啊。所以世界上哦，无一个字不一字讲是台湾是中国个啊。干那是吼、哦，早都退去啊啦，伊早都退出来啊，退无嘛，何你联合国来开会呢？你都无在了处理啊。都无再来证明讲台湾都是你中国的嘛？啊，迄、那个东西蒋介石以来台湾占领，是因为迄个分配占领啊，苏联去占东北啊，对不？啊，对啊，都是安尼啊，所以人家会叫共产党安尼个武啊呢，对不？迄都是苏联的关系嘛。啊，咱台湾啊，北韩呢？无，没有到北越啦，北越了，因嘛是去占嘛，结果去哦，迄踢出去以后，我北越啦，因嘛是像台湾单一安尼，哦，烧杀掳掠，啊去哦，结果去哦，迄北越的遐甲赶出去啊，姓罗啦，姓罗，啊，因只北越的，遮咧甲咱的东兴讲啊，因遐的迄落讲，哎，我们反抗成功啊，你们反抗失败啊，咱失败啊。伊继续，蒋介石继续留落来，啊，留落来，到尾个1945年，伊就变成一个流亡难民组织嘛，啊，就是甲美国斗嘛，各取所需嘛，啊，骗你台湾人嘛，笑你台湾人戆嘛，伊就要甲你笑一百年啊，哦，
啊，就是演变到今嘛这款情形。哦，安尼安尼噻哈，系啊，你哥哥，系这地位哈，哎。咱的国际地位对来讲，吼，这是主题嘛？对来，咱家己讲是以后，咱的主权是家己主题。哦啊，对外，咱也要甲讲，甲咱台湾人继续讲，这是咱台湾家己的哦，做主权独立啊，啥话，足多人袂当接受。好好，这就是智慧啦，这就是智慧啦，吼。我嘛是足爱讲主权独立国家啦，吼！但是哦，到尾研究的哥哥讲，我未使讲即句啊。我若讲即句的时喏，啊，我着佮惊唔着房间，佮你找无家己的枕头啊，哈！就是同款安尼啦。我嘛惊过了十年啊，对不？啊，我是1990年的迄落啦，才加入这社运来的啊。啊！即马我无爱，我即马知影啊，我即马知影啊，是毋是主题吼？那是从主题，就是主题吼，就是顶面啊有人滴咧。啊，咱啊伊卖甲你直接甲你管，你甲你去管理家己安尼，大概就能够解释都是这样子啦。毋是自治建国也没有。啊，至于讲你来讲即款经营。到50年、60年、100年，想讲即马咱60年、68年啊，吼、哦，哎、欸，情况无得会改变呐。美国用好啊，英俊你啊，啊，日本天皇啊，英俊你啊，你家己同意嘛？啊，我迄个时，那美国嘅同意，日本天皇嘅同意，我就讲啊，我是主权独立嘅国家，会使。但是若无经过这两项嘅时，这两个诶有关咧，你同意嘅时，你未使讲。你袂使讲，你若讲的时阵，你就该拍入去台独的团体，安尼咱就阁重新再来过，吼、哦。这点吼、哦，因为咱第一遍失败吼、哦，就是唔愿呐，就是唔愿讲啊，我那着顶面带着爱红的，我都不爱和美国人偏啊零咧行安尼尔，你都无去啊。啊！咱大家无闲啊，要死啊！差七点啊，咱嘛去用认定讲是台独组织啊！啊，所以不得不马，就是迄斩乱麻哦。虽然是干了真残忍，但是无法度，这是无法度的代志。这点哦，咱大家一定爱有这个迄个决心呐！爱将过去的迄个想法哦，迄个想法实在是真爽快。非常的爽快，哦，我嘛是哦，啊，但是我会当，我不得不接受这个，安尼哦，这是咱时间够啊，吼，歹势，我个占两三分钟的时间，迄个啊，咱的私下会当过来讨论，吼，好，安尼今天的课我甲讲到这为止，谢谢。